报告，王禅老祖天威。微心闲事，各位希望善知识啊，当下法会莲座上的朱祖莲啊，阿弥陀佛身经咒，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世界原来的家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教主主人是阿弥陀佛，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再来世间，但是要回去的我们都忘了，我们的灵性身金色被世间的悔后悔恨怨悔恨贪欲啊，贪心执着欲望无尽所蒙蔽了，这是很危险的。在快三十年左右了，有一天中午我在家里啊，打开电视，日本妙法莲华宗啊，他一位女出家众修得很好，还有一天要表示提醒世人人的能力，所以要关在一间小小房子，四周都没有外面的窗进来，只是从地面墙上的空调。那么这一位女修行者啊，也穿着很华衣海青啊，在里面佛堂一直诵法华经，诵到入定，一直诵，诵到一个时间约了差不多二十几分钟的时候，从天花板前面就一直飘飘飘了白雪下来，白银色的，将这一位修行者女菩萨身上全身
都是洁白的，像金身。啊，那时候我才悟了，原来这一修行走，他的定力感动天地。啊，所以整个身上就像成金身金心。啊，在921的时候，921前7月1日，我们在千楼禅堂这里，啊，老祖开示我们，台湾将有一个大劫难。这个劫难呢，会死很多人。在哪里？老祖没有讲。那我们就在这里7天7夜七永日不断的念佛。当时我们在千楼禅堂一起修行的弟子圆化法师、圆寮法师、圆净法师，还有几位法师，在这里我们24小时不眠不休，在这里念佛号，阿弥陀佛的佛号。那念到7月7日开截止。圆满了，到了7月，抵到8月，8月11，我们在弥陀讲堂，老祖开示又要深谈这个劫难还没过，赶快还是要以念佛仰仗佛力。这消灾化解，我们在8月1号升坛，所有的油灯都是用白色油灯，啊，年味白色年味，花用白色的花。我说奇怪呀，老祖啊，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有灾难灾劫到了吗？老祖开示说，你尽量做依法修行，啊，不要问。啊，你就知道了。8月12日凌晨1点45分，台湾中部啊，921啊大地震，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定心的修行，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定能够消灾化解。所以921在台湾总共往生了罹难的2976位，真是可怜。啊，但是其中调查结果，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没有一位受伤害，虽然有家庭房子损坏了，
人命没有上当。而这即是修行的功德天。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你的身体就会变成金刚不坏之身。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连环城顺风骤雨湿雨露，水帘洞里洗水还华毛，正金刚不坏之身。金刚不坏之身就是叫我们要由内而外，内是要修行，外环境要忏悔，忘记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道法鼓励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弟子们要往内修，就是反省和忏悔。当你反省完毕、忏悔完毕了，我们就没有这个执着和烦恼来染了我们清净的金刚自性。所以九二一的劫难又让我领悟到修行的重要性，修行的功德天。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不要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对我无关紧要，记住，我们的人生难得，既然有这个人生了，我们就要修行，我们就要依法修行，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呢？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比较幸运，有这个身体可以来修行。我们在莲座上的朱祖灵必须要仰仗有慈悲心的修行者时时深谈时时来布施财师、法师和无畏布施，三布施是我们修成正果的最好条件的。所以今天我们由大雅道场、草城道场和普里道场的法师讲师带领的我们的法工义工来到回到仙佛寺总本山来，也是修行，也是布施我们的大爱，
这就才是法师无畏师嘛。所以我们要成道成佛，就必须要从平时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念头来自我修行、自我反省、自我忏悔。世界各地都有寺庙，所以我们祭拜诸佛菩萨、祭拜诸祖先的时候，我们先拿起来了，放到心里。很重要的，心里想着往昔我某某某，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啊，祭拜祖先也是这样，祭拜你家里所有的神圣也是这样。你当下你就佛的身、佛的化身、佛的圣身、佛的法身啊，听我。所以啊，阿弥陀佛，他的大愿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到往生之后，我们当下生，你要做一位佛的化身，佛的化身，所以你就是在极乐世界了。王禅老祖的慈悲，为什么王禅老祖要我讲阿弥陀佛的成就，是要各位了解到，我们在当下生现在要做到问心无愧的一位人。你的家里就是唯心家庭、佛家庭啊，你的公司就佛的公司、工厂、事业。所以你要怎么做到呢？啊，这个要了解，人一生都是要经受，不是爱人一擦干鬼仙，就这么安呢？不是这样，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我们好多同修都头上发光，亮晶晶哎！我很佩服我们的好多好多双善信大德、善知识们啊！你们的慈悲啊，你们的智慧啊，所以面目端好、端正。那里面很端庄的啊，无复仇意，没有长得奇形怪状的。但是各位同修，你们要记住，老祖师尊告诉我们，
看人不要看表面，要看他的心。你要看人的心，人心隔肚皮，衣服穿着里面所看到是心脏，会烂的。所以你务必要懂得要有修行，才知道其人之心是怎么样。那么我悟了，要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心法，先天八卦是人的灵性真气，后天八卦就是有为法。每个人身体里面的这潜能潜藏的很端正的佛心，佛的像都一样的，都金色的。可惜耶，我们个人的业力不同，在世间呢就有很多的冷暖恩怨情仇，造成人的百事不顺，造成人的身体有不同的怪形，表面看得很好看，事实上人的心念思想不正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觉得出来。所以老祖还是说，你不要瞧人不瞧不起人，人家不要瞧不起你，你就阿弥陀佛了。在老祖跟我讲这一句话开示的时候，我想到当时要读光华高工啊，要到台中来，自己提的小皮箱到台中市光华高工来上课来读书。我妈妈她不识字，她只告诉我一句，她说我们人在外，人家呀没跟人好，咱也爱感恩啊，而人家跟我们好，我们就要感恩了啦。啊，不要去瞧不起任何人啊，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要检讨。我妈妈只有送这句话。我现在今天是78岁了，昨天77，现在78。这句话让我永永远远的照在脑海里面啊，所以妈妈的连坐啊，也在这里，爸爸连坐也在这里。所以妈妈一直的回去说，你有没有跟人家结冤仇？我没有嘞，那就对了，不要与人结冤仇，结冤仇是一个失败的人生啊。所以我希望十方善诸世所有唯心贤士同修记住，不要与人结冤仇，你即是佛的化身。我们合掌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